拒绝以后访问一下，走，去。去他不让我拒绝了，哎，我说是哪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我刚才重启了吗？没有。哎，拒绝了吧？嗯。说闭着什么意思啊？拒绝，拒绝，就说明什么？说明我这个权限是不是可以实施的？可以的，就说我这个是给他演示，但同志们这个建议不要改啊，你不用改，这是这边是吧？也不用改啊。好，那么我一般还干什么？我是还 allow 啊，还 allow。好，那么这个我只是告诉大家是什么呢？告诉大家就是，在这个地方去更改你的虚拟目录。来，在。这个是虚拟目录的路径，这个 directory 是文件夹的意思，这里面全部放的是什么？放的是文件夹的权限。啊，这全部放的是文件夹的权限。在 R1 其中更改这个，那么在这个里边呢，是这里边，因为我们是在 PHP Starlight 中这个 HTTPD 引入了什么文件呢？ vhost 引入 vhost 在这个地方 include 跟着 F 啊，引入了 vhost 这是 CNF 文件。所以我们到哪去改呢？所以我们到 vhost 文件中去更改虚拟目录啊，虚拟目录好了，这个就是虚拟目录的更改。咱们注意了，你光改一个目录是不行的，你必须要对应的权限你也一起更改啊，对应权限一起更改。OK。